那不是我的问题吧？毕竟是去的时候被看到了嘛。但稳妥起见，我还是保守一点。正义之路由我开辟，让火焰奔腾吧！我宁折不弯。先吃公司鞋吧，慢慢刮了。不义之人是一种溃烂的恶疾。我则是那把烧除腐肉的尖刀，忍受。发育就行，发育就行。刀月下路。Enemy double kill。情感破灭。Enemy has been slain。打野难当游龙，那日子难过了。我携来光的怒火，那日子难过了。正义稍有通融，便不复存在。疯狂单杀我们打野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没六级。Legendary.
小之上，我追寻着龙光黑影。我吃个跑车，这你不服给我吃吧，认同你拿的，我造了，我还要亏这么多血。放大招上线不就危险了吗？难道来我反制不了他呀？这样或许还有。星辰间的正义指引我的剑刃。畏惧我！他还有两个饼干，太肉了吧！黑暗于荣光中崛起，打不动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直接杀人刀啊！天，只能慢慢刮了，打不上。太肉了，这关。而且我去游走是亏经验了。大哥们，你们养的太肥了，操！真是太肥了，8-09-0。被压3级啊！天，这把不出破败吗？我要出 AP 这把。再跑个蛋，直接死了得了，没得跑。没用小龙。真的很强，真的很无语。啊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经8-0了。再抓8-0要抓我一个天使随便抓，他越塔都能抓，顶着塔也能把我杀了，我塔都要爆了。
他再抓我一波一样的抓。可以啊，这通往光明的道路是孤独的。这个才人类并没有杀死他，而有并非凡人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忍受。对面难道杀成这样了，居然还没有太劣势，这是挺难以做到的。邪恶滋生之处就是我的目的地。为什么追不上？对面谁是劣势？下路。你来自吃经验的，现在打不动他，打不动正常。开大他就脆了，欲举之人葬身于此。我不在乎任何言辞，我只关心行动。他们打野没供小龙啊，纯在杀人呢。无论任何代价，火焰尽融化。别来乱！
山间的国在召唤我。鲨鱼吧，鲨鱼吧，上路有限，不大，我已经快追回来了。大招也太慢了，我团长都打完了，大招还没好。我陪葬地好像没好，怕就怕这，难道找我来提款呢？他追着我，我跑不掉呢。就像这样，他死了。对吧，就怕这样，那找我提款就麻烦了，我没有反制手段。被技能打中了，这边来了。我们是军士吗？怎么感觉我们是烈士呢？我们人头都在盲僧手里，盲僧他是辅助等级太低了。确实不行啊，打龙吧，拿个龙走走。下一件出什么来着？我又有点忘了。之前下一件是出帽子的，
乌鸦好像不出，这把对面两个前排，光明重现，不用法穿吧。这东西你别看他二杠四，他很恶心的打团，一直在恶心我，但我手太短了，打这种法师很被动。瞄我干什么？咱们偷偷多发育一下。我的剑刃不为器皿，永恒燃烧的利剑。把线带过去，他们有点兵线一样。我就得出个法穿，那不出法穿打不动他。闪现想瞄我，我还得出点肉。主要我点了一个加了200滴血。打的不是很重，来一下，超级兵，留一个，留一个，我搞呀！哎，就爆了，就性质变了。这俩人都不回来，我操！吓得我赶紧回来了。16级对面基地怎么还没爆炸？没事，我们家基地快爆炸。也是爆炸。本就不富裕的天使又少了一个跑车。我交大有用吗？我感觉我三秒钟之内定杀不了他们。可以，没拿到对面打不赢了，可以的，留个大招吧。不过我复活时间大招都好了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好人的伤害太爆炸了，兄弟！天哪，一个 AQ 下子就死了。
正义不死。他鞋子都卖了。我必会净化世上的邪恶，以正义的烈火拔除黑暗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加油！令我升华，那已经不行。有机会的。啊！我必须得拿中单顶一下了，还好他有中亚，打赢了呀，这就。只要把男刀秒了，没人切我了。为人即是为害，让我束手就擒。说这个很危险，还好难道没选择来上。我们没来蓝 buff， 来蓝 buff 又把哥们逮住。火既是引路的灯塔，也是进化的清泉。带一个，再带一个。不会来这么快吧，哥们？我满血，别搞。星辰间的国度在召唤我。站起来了。大招给还是不给？我寻思你走位一下。小丑，什么阶段了还在切我？
马上我要究极进化，等我打完这波钱啊。中亚，中亚，中亚！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！我来想来给你大，你没给上，兄弟，撤吧，撤吧，我没技能了，兄弟，撤吧。你真能顶得住吗？我就怕，难道我们三个顶不住啊？能顶住吗？杀你都不用交什么技能啊，啊推我推我，让你推啊，点错了，撤吧撤吧。哇，钱有点多啊，这波六千块，我操，真能6300个英雄。我们加高速快跑，我加速加很多的。真有6300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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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，感觉撤不了，撤了。跟我装肉啊！我就不信我还打不动了。跪拜着光明。一波嘞。难道又要切我了？来，给你切，给你。来，脖子伸给你砍，砍死我！啊！来来来，砍我！